他头戴圣诞老人的帽子，手里拿着一袋礼物，出现在国家儿童医学中心，用礼物和拥抱温暖儿童患者。在他推特上分享的一段视频中，奥巴马扮演的圣诞老人受到医院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。这位前总统和工作人员一起唱了经典歌曲《我们祝你圣诞快乐》，并对大家表示了感谢。As the dad of two girls, I can only imagine, in that situation. 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，我能想象在那种情况下，会有医护人员关心他们、照顾他们、倾听他们的需求、支持他们、握着他们的手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Listening to them and just there for them and holding their hand, that'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re is. 这位美国第44任总统卸任后，住在首都华盛顿。去年圣诞节，他曾装扮成圣诞老人，专程到一个男孩女孩俱乐部去看望那里的中学生。美国之音新闻报道。